可了不得了啊！谢谢谢谢，哦。哦，给钱的，哎，呵，谢谢哈，这儿给5块，谢谢。哎呀，这是外国钱啊！哎呵，真是，这都不认识，你要这也没用，啊、这个，你就来就来吧，你还给这么些钱？你看，这是你的，这个地儿叫湖广会馆。我对这儿特别有感情，嗯，因为我青年时代上学是在这附近。哦，在哪儿啊？我的母校就是在这附近，清华啊，清华、哦。这一说多少年了，是吧？现在想起来身上还潮乎乎的，嗯，水印比较大。玩笑说玩笑，嗯，老剧场老园子，嗯，净接好角了，是。前年大前年德云社跟这儿也演过，啊，后来啊人不够叨叨的，是因为加上这儿我们是5个小剧场，嗯，结果今年调配开了、嗯、这也都是朋友啊，这都不是外人，嗯、孩子们也愿意上这儿演来，是古香古色，这都百年老店、嗯、啊，百年老店，那可不嘛，湖广会馆，对，据传说当年这儿还有一个很恐怖的鬼故事，嚯、啊哦、哎别讲了、啊、别讲了，讲完都待不住了，好吧好吧好吧，老板跟门口都哭上了 啊, 啊，玩笑说玩笑、嗯、老园子卖的是老味儿，是德云社跟这儿说相声，哎，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嗯，慢说孩子们了，拿我们俩来说，嗯，我们还是小学生呢，可不是，给我们一个提高的过程，嗯，感谢各位这么捧我们、哎、无以为报，郭德纲于谦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各位，谢谢大家。没出正月都在年里边，嗯，给您拜个晚年，是各位晚年幸福啊啊，哪有这么说话的，上得台来抱拳拱手，这是拜年、啊、对，您可记住了，左手要压在右手上，哦啊，老话说得好吗，君子居则贵其左，平时日常用这手、哦、打仗，这也有规矩，打仗用右手，嗯，右手有力气，拿刀拿枪，左手压右手的意思代表的是和平，是和平，哎，这是尊重对方，哦啊，咱们有时候看电影电视剧竟弄反了，右手在上，那就右手在上是出殡的时候，哦，不对，死者为大、嗯、啊，于老师你看这，哎，哪儿啊，还是我呀，这么好的人怎么死晚了，哎，对，我早就该死，合着、嗯、右手在上，这不对、啊嗯、其实大伙儿都熟悉我们两个人，哦，说相声的俩人，郭德纲于谦，我们哥俩合作有十几年了，是啊，我是指着这吃啊，啊，没有别的手艺，哎，您跟我不一样，是吗，你好多人都熟悉于老师，嗯，北京大兴有一农场，嗨，60亩地、啊、养了很多的小动物玩嘛，养着马，养着狗，养着猫，养着鸟，养着鸽子，对，什么都有，喜欢这个、农场主，哎，谈不到，真的说相声，不要说有钱，得说人家没有，没有，就以您这个身份，您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嗯，最次得是宾利把你撞死，哎，嚯，什么撞不是死啊？这个、不一样，夏利撞死、啊、身份不够，啊，非得宾利撞，那错不了，哪怕有夏利撞完，你也撑着等着，哦，非得撞2回才死呢，是吗？这样快乐一些。哎，对，等着宾利来。我们大伙儿可以把右手压着左手。哎，对，好，给我拜去。玩笑说玩笑，没事，二你跟谦哥在一块聊天。哦，掌握很多知识，不知道的事情去问谁呀？您客气，问他。没有啊，老的哥、嗯，虽然说比我大不了多少，我39，是他73。啊、我在坎儿上了，我。你多大了？43。43啊，对，虽然说长得像73啊，谁呀、啊？但实际上是43，就是43。他往这一站，我这老了都不行了哈。您啊，头发都快没有了。嗨，你看人家烫的这个，嗯，烫的这个。都知道于老师三大爱好啊，抽烟，耶、别喊号，这玩意儿普及这么快呢，感觉。今儿回家之后嗓子哑了，家里准得纳闷啊，干嘛去了？听相声去了 啊！说相声嗓子没哑，听相声哑。哎，对，净喊抽烟喝酒烫头啊！不光这个，刚才台上喊什么，他们还答应来着。嗨、哎，这个在某个地方啊，有一个羊啊，在树上待的。哎，行了行了，我不跟您说这玩意儿。这个你知道哈？那个树没有叶儿，你知道吗？啊，
树梅叶杨上树，铁树开花，这是我们一系列的节目，其实是一个内容，是包括鸡上树，这都是一个类型的变异体。哎，传统节目您听个乐，对，别往心里去。对，好多人爱跟说相声较真儿，这段相声我听完了我学到了什么，你说你的生活多么的匮乏。嗨，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每个人生活的都挺紧张的，缺车的，缺房的，缺钱的，缺德的，缺什么都有。好家伙，您坐在这儿给不了这些啊，该挣钱自个儿去努力啊，该还债想着给人挣钱去。嗯，你就坐在这儿就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就图乐，虽然说您破费了花点钱，有钱能买高兴这个年头并不容易，可不是吗？是不是啊？嗯，因为说良心话咱们是有压力的。当然有压力，观众坐底攥着票老看。嗯，看什么？二百啊，值不值？哦，包括说，包括说相声台上不能戴戒指，嗯，戴个什么大金六子都不能戴。这为什么？他看看票，看看你，那都是我那钱买的。好家伙，这凉着呢，是怎么？你要不说呢？你得努力卖力气。嗯，当然了，不管您花了多少钱，也得对得起您各位。哦，花了五百，花了三百，让您今晚上得乐出五百块钱来。哦，值。这是演员的艺德。嗯，话又说回来，钱花了你还能乐？你在家里边，你看见五百块钱，你乐不了。在家里怎么乐啊？吃完饭了全家人也没事，掏出五百块钱搁桌子上。嗯，来吧，咱们合家团聚乐会儿吧。啊，这看着钱乐啊？乐不出来呀。是啊，你要乐出来了，你那个病五百块钱治不好。哎，对，那不是就神经病了吗？是不是啊？你要说钱呢，于老师趁这么些钱，人家还站着说相声，这不就为了大伙儿高兴？谁趁那么多钱？人家里有钱库。谁呀？哎，我见过。啊，单有一间屋啊，单有一间屋没让人进去过。哦，哎，那回喝点酒也是，来进来看看。嗯，推门进，满地的钱，从地打地上码到这儿，呵，这么一沓一沓都新的啊，呵，每张都印着玉皇大帝。哦，全是冥币呀，合着这得烧到什么时候去？哎，也就烧着玩这个。有钱有身份啊，这不能花，上档次。我上档次，人家从祖上到现在家里有身份。嗯，这是书香门第，宦官之后。哎。那么在整个相声界来说，你先别说了，宦官之后，这不夸您家里有做官的吗？那不不是啊，有做官的叫官宦之后，有什么区别？要宦官之后就没我们了，您这啊，你们明白了吧？你们都是刚明白的吗？嗯，你们非把我带坏了不可。谁把谁带坏了？我来之前是带着红领巾的。哎，谁说的？好吧，好吧，好吧，好，算我没说。你说你是那企鹅。我们今天是新浪直播。挺好，挺好，挺好啊！一说一乐的事儿，因为这个于老师有大院，他养了好多狗，好多事儿都他告诉我的。谁说的？他们家那狗要结婚呢，是怎么怎么着？也是狗告诉我的。挺好，挺好哈。嗯，好多事儿就是一说一乐，别往心里去。哎，可不是，你心里生气，你不得气死？就是，是不是？尤其干这行，心必须要宽，哦，胸怀宽广，这点他们两口子都非常好。我们想得开，嫂夫人那个胸怀，说实在，别捧胸怀行吗？嗯，心宽呢。啊，别比划，你这就没意思了。废话，这外人不挤着，咱们自个儿挤着干嘛？你说事儿啊。嫂夫人胸怀宽广啊，谦儿哥也是，没有什么事往心里去过。哦，高兴也是一天，别扭也是一天，跟谁过不去都是跟自己过不去。这话不何苦来哉？对，广厦万间，卧眠七尺。嗯，就是你趁多少房子，晚上躺下就那一个铺，可不是啊！你趁多少衣服啊？你有衣服千百件，不可能每日天天穿。对，就这一身。嗯，趁多少钱也是一日三餐，可不吗？所以说，包括留钱都没用，各位，留钱没用。就像刚才咱开玩笑，满屋都是钱，当然那是闹着玩。嗯，啊！就是你真有这么一屋钱，嗯，你可记住了，钱你要是不花，它可不是你的。是我今天出去消费了，花了一万四，这一万四是你的了。啊，我花了，你把它花了，这一万四是你的了。对啊，说我今儿这个又存了五万，明儿又存一八万，后天咣叽拿宾利撞死了。哎，还是我呀，这个不见得准撞，是先撞着别人，后撞着你。哎，我还是死，你在下个路口等着呢。哎，这个举个例子，逃不开了，趁三个亿，哦，那么些钱，趁三个亿，
咣叽，你那儿死了，这三个亿可不定是谁的，这就别人花了，对吧？你看你媳妇儿胸怀很宽广，把这别提这个，别人花，那净给别人花了。所以说你，我拿着我眼泪也得往下流。太行了。有你什么事的？我有这钱，我做科研啊！我买狗跟企鹅一块配。你老说这个有意思吗？人家新浪直播呢。谁说这个了？这会儿坐着电脑前乐得最开心就是新浪那老板，乐得都不行了都啊！行了，没见过这么配的。哎，你说的真幽默。我认为你还是你，我给你10块钱来。哪儿啊？玩笑说玩笑，存着钱都没用处，真的是啊。这钱干嘛使呢？嗯，就是听相声。哦，就买票。就是啊，来奔湖广这儿来是吧？哦哦，今儿的票买完，明儿的，嗯，明儿的买，后天对不对啊？还得买啊。你常年你就包一座，你放心、哦、啊、嗯。这个我认为啊，你给钱他们会卖给你票的。多新鲜呢！啊。挺好，德云社跟这说相声，大伙儿来乐呵乐呵，高高兴兴。嗯、这儿喝点水，嗯，喝点水完事儿。旁边这卖包子、卖卤煮的北京小吃、啊、多好啊！嗯，斜对过上我母校去看一看。哎，别提这个了啊，就说洗洗去不就完了？青花池，嗯，青花池。哎呀，我现在说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呢？这都属于老北京传统文化。您说说，您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是跟我们有区别啊啊，因为我们是经常洗澡的人。那么我也经常洗。你不告诉我下雨的时候才算洗吗？哎，对，我掉河里还洗一回。洗澡是个文化、嗯、洗澡是文化。你怎么讨厌的啊？废话，为什么掉河里呢？宾利怼的。哎，对、啊、撞河里去的。哎呀，荡懂、哎、没那么大事。哎，爬上对岸拿夏利压死了。哎，我还是死夏利手里、哎、反正俩车得怼死你一个啊、哎，你看说哪儿忘了？不是，你瞧瞧，咱们从说 啊嫂子的胸怀是从哪儿说呀、啊？您从您母校那儿说啊，你最好按词儿说。哪儿有词儿啊？您怎么可能？我怎么也没词儿呢？哎，这就全没词。咱俩都没词儿，卖人票，你觉得合适吗？这样吧，我们退钱吧，好不好啊？这一屋子财迷呀、啊。嗯，好吧，看你们一会儿谁表现好啊。不白那什么，祝贺！哎呦，玉皇大帝。这张是不是韩国钱？我不认识。这张可太像你了。我瞧，我瞧一眼，我哎呦，思密达，不像啊，没戴墨镜，没戴墨镜。这张是金日成、啊，这张像我，你像金正日。今天我们爷儿俩在这个舞台、啊，在哪儿就爷儿俩呀、啊？待会儿请大伙儿吃辣白菜、啊哎，也吃不了别的了。啊，玩笑，你看又乱了不是？啊，从说吧，啊、嫂子的这个又来了。说相声就是聊天，不，你记住了，什么叫相声？相声就是聊天。嗯，教各位一个听相声的诀窍，瞧着演员上台说话，声音大，声音小。哦，声音小就是说相声。嗯，声音大，最起码他心里打着鼓呢。打鼓？什么叫相声？跟您聊闲天，家不长，理不短。吃饭了没有啊？各位都来了，哎，咱们如何如何聊会儿天，这就叫相声。慢慢把您带到节目当中来，就怕这个穿西装打领带，大背头叨到后边去哈。嚯、哦！哎，捯饬的跟那个朝鲜政府官员似的。哦、啊，真啊！别看我。嗯站在台上激昂慷慨催人尿下尿下、啊、给大家说一相声、这孙子心里没底你知道吗、哎、对我要知道你什么时候乐我知道你什么时候能鼓掌我不必费那个劲呢、哦、我心里要明白掌握整个的舞台和观众的心理是咱们这是心理学的东西、哦、你看京剧你看评戏你看武术你看舞蹈你花完钱你觉得值嗯，你看这咱们来不了嗯啊，真刀真枪，当当当当的一打，这咱们来不了。咱不会跳舞，仨钟头垫着脚尖跟着跳，这太难，花点钱值。对、啊，听相声这不是疯了吗？啊，我也会说话，你也会说话，你要花钱听我说话，这是为什么？哦，这是高科技。呵，高科技。什么时候让你鼓掌？什么时候让你笑？什么时候让你安静？这都是我设计好了的，你听。现场效果在把握之中。你看，我能让你，我让观众掏钱，你信不信？啊，我让他掏钱，他就掏钱，你信吗？真的。你看，你看，我先给你这个。哎，这叫什么能耐？废话啊，人花双份钱，啊哎、乐都不行了，现在啊。不是，你有时候又忘了说哪儿去了。这还打。
你们跟我的爱好是一样一样的，咱们厚道点行吗？罢了，列位，一会儿我带你门口，咱们先吃饭，旁边卖包子的炸糕，那边卤煮，完事咱们对过一块洗澡去，好不好？是啊，这怎么还有大姑娘还好啊？这都跟人一块洗澡去，哪儿的事情？人有池子，有池子，有池子管什么？有池子也不行啊。这个澡堂子是门学问啊，过去老北京人讲究这个，嗯啊。茶馆跟澡堂子之间就是一个皮泡水，一个水泡皮。怎么讲呢？啊，这茶喝到肚子里边，这叫皮包水，皮包水、哦、啊，那是水包着皮、哦、老在池子里泡着嘛。哦，这是过去悠闲的生活最佳的选择方式啊、哦、怎么简称？哎，简称剃个头啊，搓个澡啊，嗯、哦、修个脚啊，是刮个痧呀、啊、拔个罐子，哦，吃点青萝卜，喝点茉莉花茶，嘿，舒舒服服，这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没错，非得是那个老澡堂子啊、哦、以前呢啊，也而且来说这澡堂子是个文化、嗯、不管你多有身份的人到那儿去就看不出来你什么身份的。那多新鲜的呢、啊、都光着呢。你在外边大马金刀是吧，刺儿啪的都可以、嗯、进去之后这儿脱了就看不出来身份了。是，唯一有一个区别就是看身上有没有纹身啊，这能看出来。哎，你瞧了吗？人老洗澡的人都知道，哇、哦！一瞧这位进来了，与众不同。怎么？这些位又白又胖啊，什么都没有啊？是，身上也没个疤了，也没个褶儿的。这主一进来，哦、啊，这绣着，比如说牡丹花，哦，大牡丹，大牡丹，啊，嘿，各式各样啊，牡丹、哦、蔷薇花、绣球，嚯、哦，绣着菊花，绣什么？这花精这是。花精干嘛？这纹身。嗯，我这一进来，澡堂这都站起来，嚯，嚯，这有身份啊，花事儿的吧？哎呀，没听说过，花事儿的像话吗？出文门那边过来了，嗯，不挨着。他赶身刺，这说明有身份啊，就绣着花。哎，这都客气。哦，一会儿那儿又进了一个，这更厉害了，这个。这个呢，这绣一个，绣一老虎吧。哦，下山虎。下山虎。哦，下山虎是最厉害的。哦，上山虎是吃饱了回去了，对，下山虎是出来买饭来，这真有讲究，知道吗？嗯、下山虎摁着包子，摁着卤煮，哎，人家不吃这玩意儿，很厉害啊，啊，很厉害啊，哎，下山虎啊、嗯，这还一大疤了，这哦，缝的针，一看这就是很厉害的社会人物啊、哦，这都站起来啊，嗯、连着绣着花的都是，哎呀，啊，对，不吃素啊，都客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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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会儿又进来一个啊，哦，呼，家伙，这大窟窿这啊啊。这是大窟窿啊，嚯，这眼有毛病啊，一直眼这儿啊、哎、绷着袋啊，这儿缝着针，一针一针，嚯，这儿绣着龙啊，还龙，龙二龙戏珠啊、哎、这边是皮皮虾啊，这边啊黄花鱼啊，也没有绣海鲜的这玩意儿、啊、进来，这连老虎这都站起来了，嚯、哦、太厉害了，可眼都打瞎了人家啊、哦、那是，这太了不起了，水里的，哎，一会儿又进来一个，这个呢，好家伙，这都烂的，烂的也是什么都有啊，都看出来这太阳穴都塌了，哎呀呵，这连龙都起来，嚯、哦！这哪条道上混的啊？那宾利撞的，而且、啊、能撞这么细致吗？这说这意思，说这个意思啊。据说最厉害的纹身是拿鸽子血啊，鸽子，鸽子，鸽子都知道吧？我知道啊，我养过，哎，养过这个啊，鸽子、哎。人说最厉害拿鸽子血，有这讲究，还得是白羽毛、红眼珠子这样的鸽子、嗯，抽出血来和上朱砂。嗯，拿这个在身上闻，因为说闻完之后什么都没有，看不出来。那还闻他干嘛？但是一喝酒一着急一烫澡，这花出来了啊，招热就哎，一招热或者一着急一瞪眼，还有的拿这个闻这个两个眉，俩眉毛这闻出两条龙，平时没有哦。别着急，一着急，腾，这出来了，老厉害，老厉害的。一着急才有眉毛呢。那可一看车来了，他过玩去，怎么老有车呀、啊？说这个意思，废话，不看宾利也不出来，这个，啊，就是吓的，吓的像话，就是吓的啊！原来咱们不懂这个啊、嗯，这都他父亲给我讲的，我爸爸还懂这个。哎呦，老爷子，那北京老炮不是老？哎，这叫什么话呀？都盖老盖了帽了，这是这么说的吗？就说这人了不起，北京土语盖了帽了。好，这老是他了，老盖了帽的，老帽，哎，老帽，对吧？老帽 啊，很厉害。那会儿我还说了，老头跟我聊天啊、哦、啊，老头看着我，看着我那就如同看着儿子是一样的。那可不，跟我们哥俩像亲子上，老头看着我高兴啊、嗯、儿子那边叫去，哪儿就冲我说呀、啊、一点意思都没有啊，可不是吗？儿子还是冲我呀、啊、你到时候扭脸也不成啊、嗯、好吧好吧啊，小子、嗯、啊，
经常是哪儿洗澡啊？嗯，我说和爷们儿，这我可内行，嗯，有时候是这个德胜门外，哦，有时候永定门外，是，有时候玉渊潭，哈，要是有时候通惠河啊，嚯，这几个净护城河里洗了。嗯，老头说：“你说这是一个地儿啊？”啊，对，啊，一个水系，啊，这是是不是啊？嗯，这个以后再洗澡，我带你去哪儿啊？我说咱不知道啊。嗯，我哪条河？哪条河？这还是下河，清华。哎呦，当时我就激动了。我小时候目标一个清华，一个北大。对呀，啊，我说太好了，我说咱们北大洗去，还清华洗去。嗯，什么呀？古方桥，清华池，那是老百年老字号，洗澡得上清华池，讲究啊。来吧，到这儿大牌匾清华池。对，老头讲这儿的历史如何如何，他都懂，洗澡多少规矩。嘿，我都听傻了。是啊，小孩哪懂这个去？没见过啊。老头来，啊，爷们儿教给你。嗯，嘁哩咔嚓全脱了，脱光了，啊，脱呀。嗯。你看这是在河里洗惯了知道吗？还是看看我全脱了。啊，我说大爷咱还没进门呢。哎，你玩去，啊，门口就脱了，虎方桥人都围满了。好家伙，啊，那也跟有墙差不多了。那个老头擦横啊，还横什么呀，好厉害了。 我给揽进去了啊，揽进去。后来才知道老头跟这儿有一外号叫糖腻子，老炮着。哎，对，老炮，老炮，老炮干嘛呀？老炮着，一天到晚不跟那儿出来啊。这池子里泡着，糖腻子。对，过去有老爷子竟这样啊，嗯，拿着当上班，像他父亲就是，带着盒饭，家里那铝饭盒啊，做的饭带好了，带着来，哦，跟那儿待一天，老在那儿进来脱筐。过去脱筐啊，对对对，哪像现在您去那洗浴中心啊？我没去过。怎么了啊？洗浴中心啊？怎么了？没怎么。哎，啊，你到哪儿花这么点钱就去？你看又说乱了不是？你又忘了啊？嫂子呀，这个什么呀？您就说这个，说到哪儿？说到你父亲哪儿了？您脱光了吧？别提醒了，行吗？老爷子跟澡堂子一待一天啊，泡着就是，啊，烫，最热那池子啊，烫啊，烫高兴都烫红了身上，嗯，都烫红了，上来搓，哦，搓完之后这儿小叶茶沏上，茶沏好了一喝，冬天切那个青萝卜，呵，那通气。哎，青萝卜就是赛梨不辣，当水果吃。 对，天津有个地名叫沙窝，那儿的青萝卜最好，甜的，拿过来往地一扔，啪嚓得碎得粉粉碎，酥的，那个萝卜比梨还甜。嗯啊，咔咔咔一切啊。我们说相声有一老前辈，咱别说是谁了，卖萝卜出身，哦，一个萝卜攥手里，拿着刀闭着眼，当当当当当当当，能切一百片儿。和那手艺啊，手艺啊，相声艺术家啊，啊，相声艺术家，哎，这个没卖出名来，那个出名了啊。啊，别说是谁啊，有这么一位，吃着萝卜，喝着茶，嗯，三五知己老爷子们一块聊天。哦，他爸爸最爱干的事是到中午把饭盒拿出来吃饭，坐在那池子边上这儿吃，啊，脚在底拍着。我爸爸还小点儿，就如同到了北戴河是一样，没听说过。吃完了一刷狠，哎，池子里刷呀？哎，高高兴兴，掏出大苹果来，呵，还吃，呵，也在这儿刷，还得洗。哎，好，一口一洗呀，啊，干干净净，喂，多吃两口。哎，这多吃两口什么呀？啊，吃干干净净挺好，嗯，挺好。带动的他们家人都好洗澡，那倒是。他们家仨孩子，嗯，就说于谦是哥仨，对，哎，大哥叫王富贵，嗯，哎，他行二，他兄弟呢叫赵礼茂，哎，这好，哎，我们哥仨全不一个姓是吗？你说你爸爸叫欧阳什么？哎，这好，四个姓，多热闹！你看，都得姓于，都得姓于，对呀，啊，于老大、于老二、于老三，就这么拎吧。他行二。哎，上面一大哥，底一兄弟，我在中间。于老大、于老二、于老三，是哥仨跟他爸爸一个爱好啊，洗澡。哎，洗啊！平时忙说忙的，只要说今天没事洗澡，一块儿去，这是爱好。哎呀，早晨去，哥仨一块儿跟那儿进门就脱啊，那可不是。哎，进门脱，脱完问是在屋里吧？是在屋里。哎，可不是在，还是在外头脱的。是在屋里，是在，因为这里边大哥眼神不好啊，戴着眼镜 啊，在屋里，在脱了，脱到了，啊，脱扔筐里边。还是脱筐，哎，站在池子边上，咔，还跳呢。你看看小鹰展翅吗？哪儿有这姿势啊？啊，躺躺躺，跟里边洗，嗯，很高兴。完事吃饭，吃饭喝水聊天睡觉，
哦，跟澡堂子里边一会儿一睡，一会儿一睡，哎，睡醒了接着下池子。对，这是一美来回泡。那回出事了，怎么了？你想啊，哥仨这一睡很高兴啊，啊，睡到夜里11:40，半夜了。澡堂子服务员过来了，嗯，三位，嗯，于先生，嗯，赵先生，啊，没，老王，就姓于，于先生，啊，三位爷起来吧。怎么了？仨人坐下了啊，嗯，不是，快12点了，该关门了。是啊，该关门了。一会儿你们老爷子就该来了啊！这哪儿啊？这早上起来来，老爷子讲究吗？怎么讲究？老爷子讲究洗头一水。什么叫头一水？这池子刷干净，放完水，他爸爸头一个下池子。哦，说这池子下去过别人，他不下了。那就先脏。嫌脏。嗯。早晨4点就得到。嚯、哦！老头为了洗头一水，在门口等着。哎呀。嗯。这模样不像嫌脏的这个。有身份人呐、嗯。什么有身份的人呢？哎，里边。都刷干净，换完水，这一开门，哎，进，哎，把老爷子请进来，这是请进来吗？请完之后下池子，下池子上来、嗯，这个兑热水啊，有点凉。下那池子上来，这个兑凉水，有点水温合适。一开门，客人都进来了。我爸爸给人试水去了，有身份啊？那什么有身份呢？所以人伙计说：“您得走了啊，4点你爸爸该来了，对，该试水来了啊。夜里12点了，嗯，三位差不多走起来。”三位到筐这儿穿衣服，哎，脱衣服丢了，啊，没了！你看看，你脱筐吧，那会儿不像现在是没有锁，有人偷走。你不知来说相声的来干嘛，就给你穿走了。也就说相声的偷啊，就是。你不能踩乎人家说相声。哎，您说到这儿怎么啊？仨人这怎么办呢？哎，伙计，我们仨衣服都没了。对呀、啊，这没办法，您得自理啊。啊这个三位您看不是我们这一丝不挂这怎么出去对呀、啊、反正您三位也是长主顾啊、嗯、想办法吧哎这我想办法轰出去了夜里12点于家这哥仨站在街上怎么办、啊、别嘚瑟了光着呢搁这嘚瑟什么呀三位啊这仨大老爷们儿一丝不挂就他大哥戴眼镜那管什么呀那这要是来口罩也算3点式没听说过这儿3点也算呢啊哥仨跟这儿啊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哎、是于谦出一主意我们家就在马路对过哦那边跑过去到我们家啊拿完了衣服给你们穿哎那行咱仨人过马路可有一样啊啊咱仨手拉手一块走干嘛还手拉手啊万一有人看见咱别你一撒手你跑了咱别要丢人一块哦都在一起哥仨半夜12点谁领着谁别散一二一别叫号啊跑就完了呗啊怎么先走吧啊到这儿到马路边上、嗯、大马路新修的哦来回能走8趟车那么宽就这灯啊坏了1年了嘿这天晚上刚撞上哎那不是更亮了吗亮如波昼一般别上口了哥仨看哇真亮哎亮别捧了是亮亮亮亮亮亮亮、嗯、这赶紧过吧走过马路吧他、嗯、说白龙马蹄儿朝西取经去了我们姐光着屁股取经去过马路过马路过马路不要唱这个过了马路嘿好大半夜里、嗯、没车那半夜了吗大半夜没车对呀、啊、有人吗别喊了怎么没人呢没有你打算叫出俩人来是怎么哎赶巧了啊那天是北京申奥成功这跟奥运会有什么关系又打那边来了3万多人游行的嚯、哦、举着旗子 哦申奥成功喽好有、啊、这瞧见我们了是怎么着3万人都傻了啊这哥仨也愣了这没见过这个啊别脱着眼镜了没用没告诉你们街上都安静了啊5分钟之后还是于谦聪明我说哇地球是这个样子的我是外星人